Eason 陈奕迅即将发行新专辑《上五楼的快活》，人在香港拍戏的他特别透过视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。而针对这一次专辑发行，台湾方面竟然打出了不好听可退货的宣告，这让 Eason 本人听到之后大吃一惊。啊，太有信心了我想应该不会退的，因为我真的非常满意这张专辑。而 Eason 在这张专辑当中首次尝试台语歌，其中有一句歌词害我在犹豫，因为犹豫的台语发音听起来像广东话的脏话，让他唱得非常的尴尬。然后到那个歌最后也是爱唔得丢的，那个丢就很像广东话那个知道，对，所以就特别有印象，因为觉得啊，哇，要唱歪一点就不太好意思，所以，但是那个歌，我觉得整个是非常有感情啊。虽然一直忙于工作，但是媒体对于 Eason 最近家庭状况频频受到媒体报道的情况十分关注，对此他却称自己的婚姻美满到不行。我觉得那个事情。很早就应该要告一段落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想应该有人在搞事吧，我不知道是哪里的传媒是，还是只有香港的传媒，不，或者是部分的传媒是这样的，那我怎么要带我老婆出来开记者会啊？OK 啊，好，很浪费精力耶，我觉得这些都，我讲的话也不相信，那算了。华语卫视台北采访报道。